到白可心家手头内底长春集团所有股份拢给予我，我就会当考虑是不是暂时放过恁这对高男女。杨志远，恁真正有够笑谈咩？是你对我不忠的哦，恁竟然搁跟我做股份，你到底是变查某人啊？哎，你即摆是讲伊倒去啊？啊，伊若不是查某人，你巴肚内底迄个是啥个啊？阿姆啦。今晚都什么时阵啊？跟你阿公要有话无？杨志远，你是要惊真正做敢开的嘛？还是讲你真正唔惊我走去甲江明讲啊？你讲啊！你若是要甲阿爸讲这下代志，就代表咱就要拆破面。到时阵我敢来当莫你做伙死哦！我一定马上召开记者会，甲这影片流传媒体，予电视台安尼24点钟拢咧放上咱白家的见笑台。到时阵看谁较闹亏。杨志远，你这个笨手，你真正有够卑鄙的！你根本就不是人，你根本就是地狱不软禁山，你还在那搞我呢？可是你来了，你个年轻，我拜托你，你绝对唔通去动电台机，起码是有心的人嘞。哎呐，可是呐，你唔着听妹妹的话，唔好遐尔激动。迄万一呐害着你巴肚内底我的金孙哦，迄连我有着找你拼命哦。好啊啦，迄真正一直伫遐去喝茶体会，到底是要创啊？哎呦，妹妹啊，你唔通误会啦。啊，你即摆是可心的小妈呢，迄认真讲起来，你唔着爱苛刻可心，千万唔通哦，我就见笑代志哦，讲出来互人知。啊，尤其哦。是因头我亲家啦，啊！才像伊这个行为哦，伊爸那是知影，要甲拍甲半小时哦，嘛一定甲吼吼出去啊！啊，但其实认真讲起来，两个人拢唔对啊！啊，即马上介重要的，就是看因两个要搁伫这层婚姻，要搁爱这个家庭无？啊，那爸，大家都较冷静的嘛，坐落来好好啊讲啊，啊，个人让一步啊，安那都这尼啊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庭，都安尼破碎。可是，我妈讲了无唔对啦，这个代志咱两个拢做唔对的所在。你有小王，我有小三，咱两个人安尼无来啦，所以我希望你会使较忍耐，唔通一时冲动造成无道挽回的伤害。明仔我忍耐，敢讲你阿妈目睭紧紧，管你继续讲白家招账。我讲遐个话，拢是为着要骗迄个于小三呐、啊。可是我搁较大胆，嘛唔敢去乌恁爸家的钱，因为你是我上爱的牵手，我爱的人是你。嘿啦，可是我知影吼，阮只管哦，就做出这对不起你的代志啊，拢是我这做妈妈的人哦，我还蛮嫁囝啦，啊无我替你甲嫁死啦吼。你是要创啥啊？啊，你吼、哦、真正是无乖啦！啊，做出去对了对不起人的代志哦，啊，为着要甲小三来乌白来，即落话你三日乌白讲哦，你真正是不应该哦，我真正袂堪要去啦吼！哎、欸，可惜妹妹，我即摆吼都甲嫁死啦吼！你吼、哦、真正吼、哦，啊，乖啦吼，啊，乖啦吼，阿妈乖啦，乌白来你，阿妈，阿奶。结果是哦，凊彩一过的啊，啊，无出一寡来，敢若搁杨志远伫遐会到遐尼大声，你当作安尼，阮就知影是真个。我看哦，恁安尼无去做演员，实在是无彩啊。哎呦，妹妹啊，你嘛莫遐敖计较啦。啊，若我安尼讲吼，你感觉无够快，无安尼啦。我叫志远哦，甲恁过一回事嘞，照做安尼好不？好啊。妈。你查某囝哦，做唔到代志，唔都爱认着，跪落啦，跪落手抓啦，紧啦！可心，妹妹姐，我有计划即马登天就抓。我若是阁做出对不起可心，也是讲我小叔白家的财产，就给我。你安怎？参加大。安尼因为这事，
生，我是真心希望你会使原谅我的。我希望咱会使阁继续咱的婚姻，卡顺啊，真正要行法院，你嘛无一定赢，也毋过会去影响到爸，也阁有长春集团的名声。可是，我知影你即摆真正足生气的，也毋过你敢会使代言讲你爸肚内底还阁有我的囡仔？你著较忍耐，甲我留校查看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悔改的，我绝对袂阁让你失望的，好不好？我爸肚内的囡仔明明就是凯源的，我若是真正跟杨志远甲代志闹大，到时囡仔的代志，一定不要讲。阿弟弟若是知影，伊哪有法度忍受这款代志？啊，不过想到我阁要继续跟杨志远这个欺骗我的笨手生活作伙，我就真正感觉我就要活不落去啊！我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可是伊就是惊囡仔的代志去互签名知影，所以毋才遐尼丢毒，遐尼痛苦。啊，若无，就先听杨志远的话，先莫听破伊的假面具。也毋过，莫逼伊袂晓公开凯源佮可心的亲密照片，假使先甲代志压落来，还佫讲。可心，啊，你讲的认同志远的讲法啊？你讲甲高分让杨志远，迄是无可能的。也毋过，即摆我能个答应就是。暂时把杨志远那个于小三的偷情画面保留落来，先卖好，先唔知影。也唔过，你嘛袂晓公开凯源还佮有可心的相片。另外，你该保证，你甲于小三绝对以后袂佮有交叉。假使讲你若破坏这协定，那安尼我就是去甲证明讲。好，可心，等你来讲定啊。既然达成共识，安尼就上好啦。无代志啊，可是嘛，无啥物话要跟你讲啊，你安尼离开啊。走，行，上来等。可是，先别想这多啦吼。只是讲，杨志远伊绝对无遐简单来帮你耍，所以你以后事事行行拢爱较细致的，尤其是你甲凯源，爱尽量避免见面吼。小妈，我真正唔知道我安尼做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，今摆我对斯蒂芬一点仔感情拢无。就敢若剩阮云尔，我真正不知影是要安怎，甲伊继续过生活做翁仔某啊。婚姻是为着要让两个相爱的人，会当继续幸福美满过日子。但过，假使婚姻若行到最后无法度达到这款的目的，无得卡分开才是上好的选择。就是讲，你叫我跟杨志远离婚，安那无嘞？你看恁两个婚姻走到安尼，互相猜疑，互相无多信任，这款的婚姻佫继续走落去，佮有甚物意义啊？而且这我肚内底囡仔，伊毋是志远的呢，分开无得佮真正是上好的一条路啊。志远袂这么简单就跟我离婚呢？办法咱会当偷偷啊想，大家提出来参详嘛。也不过上重要的就是这件代志必须要让你家己做决定。可是你要做妈妈呢？人讲为母则强，一定要想好清楚，到底安怎做，什么款的决定对你也佮有对囡仔才是上好的，哈？这份英文评估报告
假使是你犯罪，无请枪手代打。总裁，无你读个两空呢，我请枪手搁爱开钱呢，这条我给你谈无好嘞，安尼唔才有啊，经济效益。安尼真是厉害，短短时间你都能完成这个任务，可见哦，你英文即马进步了真多。哼，总裁是你唔甘嫌啦，我知影我的能力也无够好，搁有真侪所在需要学习啦。当然咯，还未到七八分，八十九分就好。小凡辞职了后，我上网去找行政助理，好的人才真正就派出来。不要紧啊，慢慢来。我那么好飞哦？是哦，我假装讲你看电视的。啊，哎，兄弟，来，这个小凡的辞职书呢？总裁，好，在家。是啥物事啊？我不准小王辞职。你讲咧，伊世界是安怎？迄林汉文要来乌啦！啊，哦，这简单啊！小王，我你讲，我真看好你的实力，所以讲哦，林汉文若要来抢楼，唔通答应，快薪水出偌济，我拢加一倍。多谢总裁。林大爷讲哦，一个月要我十万块，总裁若是加一倍，一个月就二十万。总裁，你对我讲好着，我唔着要叫你阿公。多谢总裁阿公。等下，好，你即摆胃口愈来愈大咧，要二十万啦，真好打！你即摆趁机会要甲我开哟，别当，薪水赶快变。总裁阿公，人是讲生笑的啦，你唔通生气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咪咧甲你讲生笑。哎，你们。总裁，你等着你先啊 ，Tiffany。